胜投，罗国华败投，陈运文胜利打点 MVP， 高国麟。高国麟击出逆转全垒打，连二天开轰并拿 MVP， 记者刘信德社。第八局，八下失换投邱浩君，陈品杰右外野二垒安打，胡金龙中线安打，打回一分打点，悍将追成5-7。林毅全乔安后，狮队选择再换投陈运文，高国麟一棒扫出三分打点全垒打，悍将8-7逆转。高国麟击出超前比数全垒打，记者刘信德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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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八上悍将换投郭宏志，林佑乐二垒安打，陈仲宇、陈仲廷先后获得保送，一出局满垒，方长勇短打抢破取分，潘武雄接着击出左外野安打，一棒再送回两分，失取得7-4超前。第七局，七上陈崇宇及强二垒安打，陈崇廷触身球保送，跑者利用主意各推进一垒包，一出局二三垒有人，潘武雄中间方向穿越安打，一棒打回两分，失4-4追平。潘武雄一棒二打点追平，记者刘信德社。黄甘霖抗议，记者刘信德社。第四局，四上高国庆安打，林佑乐二垒安打，二三垒有人，蔡一璇击出游击方向滚地球，形成内野安打，三垒跑者得分，二垒跑者上三垒，不过下一棒陈崇宇击出双杀，统一攻下一分，追成2-4。第三局，三下林威霆触身球保送，一二垒有人，林威霆盗垒失败，陈品杰、胡金龙、林毅全连三棒安打，悍将打进两分，扩大成4-1领先。胡金龙安打延续攻势，记者刘信德社。第二局，二上苏志杰击出中外野飞球，陈品杰虽接到球，但球从手套滚出来，苏志杰趁势上三垒，再利用陈永基高飞牺牲打跑回一分。二出局林佑乐一垒滚地球，高国麟接球后预传给补位投手发生爆传，打者上垒，不过下一棒的蔡一璇击出右外野飞球接杀。第一局，一下林威霆击出安打，张建明右外野三垒安打，个人生涯1400安出炉，并送回一分打点，陈品杰获得保送，一三垒有人，胡金龙敲出二垒方向滚地球，陈品杰遭封杀二垒，打者野手选择上垒，三垒的张建明跑回悍将第二分，2-0。张建明生涯1400安出炉，记者刘信德社。史上第六人获哥张建明加入1400安俱乐部，罗锦龙重回先发，第一局遇上乱流，记者刘信德社。罗锦龙重回先发，第一局遇上乱流，记者刘信德社。先发名单。